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老师。希望频道老师按下订阅按钮跟铃铛，就有这种 IG、FB 还有 Twitch。那我们先解这个支线少林寺十八铜人阵。好，希望这次可以打赢啊。那打这个呢，你只能一个人。好，我记得打三场吧。那我们都用六脉神剑试试看。六脉神剑，不能一波带走哎！天哪！是连续打哦，好，打过第一关。他们只会以多欺少，好不好？三打一耶！六脉神剑，有一个密室。还没死。真的呢？通过第二道关卡了，好，走。啊，这果子真的不好啃。来吧，最后一个了。最后一关是综合的。有密室，好，一样北冥神功。还没死。那怎么打我？怎么突然变痛了？生死符！啊，打赢了！总共击败数个同人。好，有三个宝箱，我们选中间这个。三。
30年来，十八铜人阵首次被破，暗少林四鬼破此阵者，便可获得少林的上乘绝技。但四鬼有迷训，少林武学是不能外传的，不如让他代法修行。雷震，从今以后你便是少林弟子，法号虚尘，必须皈依三宝，修持五戒。弟子尊师。小丫头，你弄什么鬼花样？你这般妖法邪术来算计我？你再骂一句，我就打你的屁股了。这是怎么回事？这小姑娘是妖法，只要她您说三声我服了姑娘了，我就放她了。你得罪我的土兄弟，没有什么好结果了。是吗？我就是不想要什么好结果，结果越坏越是好玩。快放开手，快解开遗忘。好，我解，这再容易不过了。这个真上所谓的毒药甚是厉害，见血疯狂，立时送人性命。我和你初次见面，无怨无仇，朕弟下次毒手。主公，毒兄弟别慌，我来解开渔网。这鬼渔网怎么解不开？万历今日收拾大陆，再在一个小姑娘自首，是有辱大理护卫之名啊。毒兄弟，万万不可如此想。咱们先想办法让你脱困。王爷，咱的首富护卫和古护卫之托特来报讯，说到四大恶人来了。啊，他两人没事吧？受了伤，但已无碍。那就好。啊，大哥，太好了，你没事。三弟，想不到会在这遇上你。大哥，怎么到这里来？路上遇人，替他们来报讯。我的意思是想问你告知王。诶，这位仁兄怎么？那渔网不知什么和磁料所致，我试才怎么解都解不开。这渔网是遇水便用松开，我来帮这位仁兄脱困。杜兄弟可有受伤？老主公挂心，万你没事。多谢这位英雄，不知英雄如何称呼？在下契丹人萧峰。原来是萧英雄。多谢萧大侠相助，不敢，此往乃新秀派之物，不知怎会在此如险啊。那小姑娘，奇怪，这么一会儿小姑娘怎么不浮上来？莫非阿星快出来，淹死人了，快出来救人。是不是你淹死的？别开玩笑，我淹死的话只能说话，快来救人。若是男子我就救，倘若是女子被淹死了一个一了百了，我也是拍手喝彩，绝无计不救。阿星，快，是我失手将他摔下湖去，男子便浮不上来了。我得先问清楚，是男人还是女人？若是女人，你免开尊口。哎，只是个小姑娘，你别多心。哼，小姑娘怎么？你这人呐、14、15岁的小姑娘，7、80岁老太婆，都是来者不。算了，在万人面前，给你留些面子。阿星，你快救她起来！你说什么我都依你。当真什么都依我？我叫你永远住在这，你也依我吗？这个，你就是说了不算数。这嘴头上甜甜的骗骗我，叫我心里欢喜片刻也是好的。你就连这个也不肯吗？哎，算了，不用救了。这小姑娘歹毒暗器暗送我，死也是活该。咱们回去吧。为什么不用救了？我偏偏要救。还用暗器射你吗？那好极了，怎么射你不死？
可惜。啊，这，你快瞧，我手臂上刺的字，还有带着金锁片，是你自己的女儿，你竟亲手害了她，你不抚养女儿还害死她，你这狠心的爹爹。阿朱，你怎么了？没什么，我见这位姑娘不幸惨死，心里难过。哈哈，这帮顽皮姑娘，担任天下罕见。你这什么人？快给我出去！我死了女儿，你在这胡说八道什么？你死了女儿，我跟你一伙来，如何？真的好，你最好别乱说话。小小年纪，这能歹毒？你怎么打我孩儿？请看，你欺负我，你欺负我！好好，别哭了，人家轻轻打你一下，有什么要紧？你动不动地剧毒暗箭害人性命，人该教训教训。我这病人症又不是最厉害的，我还有很多暗器没死呢。您怎么不用无形粉逍遥散、极乐寺穿心定？你怎么知道？我知道你师父是星宿老怪，便知道你这许多歹毒的暗器。阿紫，你怎么会去拜着星宿老人为师？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？咱们四才的话，难道你没听见吗？我一装死，心情气绝，耳目闭塞，什么也瞧不见，听不见的。哼，星宿老怪的鬼气功，你好像什么都知道。你为什么装死？真吓得我们大吃一惊。谁叫你将我摔入湖中？你不是好人。主公，大恩人赶来了，咱们快走吧。三位辛苦了，辜负两位兄弟军武大爱，我就放心了。姓端的各位儿子，你逃不了了，快快束手就擒，老子瞧在你儿子的面上，说不定会饶了你性命。饶不饶他的性命，却轮不到你月老山做主。难道老大还不会发怒吗？姓段的小子，若是知道好歹，总比不知好歹的便宜。啊，对，该来的避不了，咱们出去应敌吧。咱们过去看看。不能从后门逃跑。可以可以，逃跑逃跑。逃跑，我先从后门走了。逃不了啊！可恶，逃不了。我大力断事，自身之事，就到大宋境内的了断，可笑啊！段正淳，每次见到你总是跟几个风流俊秀的娘们在一起，你艳福不浅呢。叶二娘，你也风流俊秀的很呐。这鬼儿子想不想过了，生个儿子又不肯拜为师，他也不会做老子，待老子剪他一下。王爷，你小心，兄弟，咱们先对付三大人，再对付正主。加我一份。好，我们选段元庆。段元庆，你想找王爷，先过我这段。等等，我没补血。你补默娘干嘛？要补我啊？一二三四五，好，用北冥神功。独兄弟，
不过，图案你临死不落，一生对得住大力断家。杜兄弟，是我咬你不救，得罪的兄弟，真蠢，惭愧无地。好兄弟，做哥哥的要先去了。大哥，大哥，他为何？他受了阿紫渔网附体之辱，找蒙死之卧林中人。君子强中还有强中手，一山还有一山高的道理。武功上输给旁人，绝非歧路大志。苦练十年，将来未是没有报复的日子。但突破你是段氏家臣，阿紫却是段志纯的女儿。这场耻辱，如此白白送了性命，那不是大傻瓜吗？你十几年来气源他人，甚至不如亲生女儿。今日重逢，你竟敢先打他？哎，屠叔叔是该你害死的。人家叫你主公，那我被唱了小主人，杀死一两个奴仆，有什么了不起？你，哼！你要杀我，尽管来取我性命便是。我断是以仁义之果，毒杀无辜，纵然得果，死后也不长久。你要和我单打独斗，不设旁人是也不是？不错，你不过想杀我一人，再到大理去杀我皇兄，是否能够如愿，要看你的运气。我的部属家人与你我之间的事无关。朱兄弟，我死之后和朱兄弟的坟墓并列，更无主臣之分。嘿嘿，假仁假义，还在收罗人心，想要旁人给你出死力吗？好，你们退开。你是谁？何以前来教具？老大，这个是盖阳前任班主乔峰。走。乔帮主，你先前救我女儿，这回又救了她，真不知如何谢你才好。萧峰救她，全处一片私心，各位不用谢我。段王爷问你一句话，请从实回答。当年你做过一件于心有愧的大作事，是也不是？虽然此事未必出自你本心，可你却还有一个孩子一生孤独，连自己爹娘也不知道是谁，是也不是？不错，段某生平为此事耿耿于心，每当念及甚是不安。只是大错已经铸成，再也难以挽回。天可怜见，今天让我见到一个没爹娘的孩子，只是我总是对不起人。年纪之铸下大错，害苦了人，就何以知道此事？无知连恶连上的不断在干恶事。段某心思不断，德行有愧，平生荒唐之事实在干得太多，实质不是汗颜。他现在是这样，我也没怎么怪他。好，原来他向来是这样的。今晚三更，我在小镜湖那座青石桥上相候，有事和阁下一谈，准时必到。大恩不敢言谢，只是远来劳苦，何不请到那小室之中喝上几杯？不必，你手下那些好朋友，那也不用带来了。一凭尊兄吩咐，告辞。大哥，三弟，你要来吗？嗯，王爷，告辞。雷少侠，请。大哥，怎么回事？为何又断王爷？咱们回河南客栈再说。嗯。小猴哥，给我们两间干净上房，并送几碟小菜和一缸酒。哎，是，客官请上楼，酒菜水肉到。阿朱，你怎么一路上闷闷不乐？我寻他大仇人，你该为我高兴才是。是啊，我应该高兴的。大仇人，这怎么回事？这些日子隐耳闻一些关于我杀师弑母，还有谭公谭婆赵天顺及丹城
智光大师这些大国大哥有关真人相继死亡的事。嗯，他们都说是大哥你下的手，但我不信。好兄弟，看来普天之下除了阿叔以外，可以愿意相信我的只有你了。大哥别这么说，还有二哥，他绝对会相信你的。嗯，有你和段二弟两个好兄弟，真是开心极了。拿着新指令丐帮大会后，我便转为少林，想询问师父和父母身世。谁知我到达家中，双亲已遭人毒手，我伤痛不已。但此时恰好少林和尚也赶来，便误以为是我杀害他们。我师父一人，我赶去时，师父已中了暗算，见到我后，只说了声“果然是你”，被断气。啊，为何玄武大师会以为是大哥呢？难道有人乔装成大哥的模样行凶？这也是我猜想不透之处。今晚定要问段正淳，问个水落石出。大哥是如何和阿朱姑娘相遇的？阿朱假扮少年和尚去少林偷易筋经，便正好是我去找师傅那日。我以为他是真的少林和尚，抓住他问事情。后来少林寺高僧主动请我，在打斗中他被大力金刚掌误伤。都是大哥悉心照料，阿朱的命才能活下来。是薛神医的医术精湛，救了阿朱一命。原来如此，阿朱姑娘的易容术真是天下无双。拿着巨拳状一战，我被一个黑衣蒙面人就是上野中，在那牙好伤后，便至一门宫外，想瞧那石壁上的文字。谁知那石壁上的字早被人消掉，也是在那里再度遇见的阿朱。原来他这是为易容神薛神医的模样，从巨拳中逃出，特意在那等我。哦，大哥，可是那黑衣人是谁？不止，那他是身手武功，就是我所未及的。当时之中居然能这么一号人物，实在想不出。连大哥都不是，到底是谁？大哥，后来呢？后来和阿朱商议，决定要找那石壁文字内容和那位大国大哥的姓名。我们先去找丹正，谁知道那丹正已被杀害，整个屋子被火烧了。后来我们找了赵先生和谭婆，将两人点穴，再去找谭洞。可是我们唐公去找唐伯和赵先生两人时，唐公见此之阴险，竟然自尽。我们一找一人，就似乎有人比我们早一步，便嫁祸于我。我师弟这大恶人的阴谋，一定是那位大和大哥，为了不让他把名姓透露。想起这层，我们便要找智光大师，便一路马不停蹄，身犯大恶人，便劫毒先征。幸好我见到智光大师，大师将那石壁脱下的一网告知的我。说完他就往生了。就是那个智光大师先服了毒药了。大哥，可否告知异闻的内容？我念于庭，风和周岁，斜西往外婆家赴宴，途中遇南朝大盗，四处仓促，妻儿为盗所害，于亦不欲在胡人世，与授业恩师来南朝汉人，欲在事前立下不杀汉人，岂知一杀十余。原来真相如此，这时我才终于知道我本姓萧，父亲名叫萧远山，但知道大哥大哥人相继死亡，只剩下马夫人金光帮主的姓。于是我阿叔决定问完马夫人，不管有成没成，此事一了，便要到塞外去。但马夫人岂肯说出？多亏阿叔扮成丐帮的执法长老白世锦的样子，才能套出大哥大哥的名姓。难道那个大河大哥便是洞门也？正是，父母之仇，恩师之仇，一父一母之仇，还冤受屈之仇，如此血海深仇，今夜终于得报。今晚杀了此人之后，我和阿朱即行北上，到雁门关外吃马打猎，牧羊牧牛放羊，再也不踏进关内一步。但见此人道有义气，心下一人做事一人当，那也不用找上家人了。你这一面之人，多谢阴德必有后福。大哥，不知怎么，我肚痛得紧，路上多劳苦，怎么受了风寒？大哥，你今晚得报大仇，了却这个大心愿，我本该陪你去的，只盼待会身子会好些。不，你回房歇歇，睡一觉醒来，我也取了段正淳的手机来了。我好为难，大哥，我这是没有法子，我不能陪你了。
我很想陪着你，和你在一起，真不想和你分开。你一个人这么孤苦寂寞，咱们只分开这一回，又有什么要紧？何况还有三弟在啊。是啊，只是我好想现在就和你拉进门关外，怎么被这么梦游放羊去？好容易撞见他，今晚报了赤手，怎么再也不用回中原了？那我回房去了，去歇歇吧。明日我们就过新生活了。雷三哥，大哥就请你多加照顾了。当然。阿朱姐，我陪你回房。不必了。来，三弟，他们干上几碗，替待会的之战热热身。大哥。难道你不是段王爷，是二哥的父亲吗？什么？二弟他镇南王之子，段正淳是他的父亲。正是。这可是，大哥，你可确定那位大口大哥真的是段王爷吗？我那时亲口问他，他不也承认曾经做过一件错事，并让一个孩子孤苦无依吗？对不住，我本不太过眼，但我担心阿朱姑娘，顾不得不插话。阿朱怎么了？从小进湖开始，木娘就察觉阿朱姑娘的悲愁，甚至有几次还泪珠在眼眶中。我看她似乎在强忍情绪，虽然不知所谓何事，但像刚才阿朱姑娘的言语和神情，她心中肯定有事。而且我想的很有可能是跟萧大哥三根决斗之事有关。是啊，我本找到仇人，他应该替我高兴的，可是他似乎一直不开心。多才无益，大哥何不直接去问问阿朱姑娘？好，我就过去看看他。等等，萧大哥，我想就算你去问了，阿朱姑娘也不会说的。又会说他早就输了。这木娘，你可有啥好法子？不如木娘姐姐去和阿朱姐姐说说话，解解闷。对，女儿孩儿家的事情还是女孩儿家了解，木娘姑娘就劳烦你了。是，木娘最后去看看阿朱姑娘。三根之缘讲道，大哥，李大哥，东王爷他也是木姐姐的爹。我，林哥，其实段王爷也是，哎，算了，别说了。阿朱姑娘不见了。什么？不见了？我在房门前叫了几声，并无人应。本以为阿朱姑娘可能睡着，我便推门进去一瞧，谁知房中并无人影。阿朱会去哪了？咱们过去看看吧。三更将至，但阿朱不见，大哥心中不定。以往我独来独往，无牵无挂，如今我心中却多了一个阿朱，这真叫做儿女情长。大哥，你陪你去赴约，看看观众从是否一跃前来。也好，眼下只有如此。我们救阿朱啊！乔帮主召见召，不知有何见教。董王爷，我约你来此的用意，难道你竟然不知道？你是为当年雁门关外之事，无误天见人之眼，受人拨弄，丧令堂的性命，累得令尊至今身亡，实是大错。你何以要去害了我义父乔三外夫妇，害死我恩师玄苦大师？我只盼能遮掩此事，岂知越陷越深，终是难以自拔。你倒是耍条爽子汉子，你自己了断，还是需董三我的手？若非强帮主出手相助，段某今日便早已命丧小镜湖畔，夺火半日，全出阁下之词。强帮主要去诈下性命，尽管出手便是。为人子弟，父母师长大仇，不能不报。你杀我父亲、母亲、义父、义母，授业恩师一共五人，我便击你五掌，
命是我五掌，一条命只还一掌，断谋遭报未免太轻，深感盛情。砍掌！大哥且慢，阿朱姑娘的下落。是了，我问你，今日和我在一块那位阿朱姑娘，可有来找你？不，那我阮姑娘她没来找我。洞王爷，你和大哥的恩仇，一位是义父之父，一位是结巴大哥，却因让我无法插手此事，这是当然。另在你是二弟之父，我五掌改为一掌，你就是接受我一掌吧。一掌一够，请吧。不大对。哎呀，不可！这声音，阿朱。阿朱，为什么？对不起，大哥，我。你真傻。幸亏上帝将我一掌拦下来，不然小小的身躯怎看得起？大哥，雷上帝，你整治我？是大哥说道，是二弟之义兄时，你脸上并无任何表情，因为洞王也便知大哥也和二哥结拜，用初听此消息，就不会如此毫无反应。更何况洞王也怎会知道阿朱姑娘姓阮呢？啊，原来，阿朱姑娘。你可以告诉我们原因吗？我爹妈将我收给旁人之时，在我肩上刺了一字，以便你有待日相认。今天日间，他们在那阿紫姑娘肩头发现一个鸡刃，就知道是他们的女儿。大哥，你看到鸡刃了吗？没有，我不便看。他肩上刺的是一个红色的缎字，和我的一模一样。你也是他们的女儿？本来我不知道，看到阿紫肩头刺的字。他还有一个金锁片，跟我是一个样，上面住着12个字。他的字湖边竹，盈盈绿，抱来安多喜乐。我手边上的字是天上星，亮晶晶，永灿烂，长安宁。我从前不知道是什么意思，只知道是好彩好口彩，竟然镶着我妈的名字。我妈妈是暖心主，这个锁片是我爹送给我妈的，他生了我姐妹俩，给我们一人一个。我躲在竹屋后面，偷听爹妈和阿紫妹妹说话。原来我爹因为有妻子，他和妈不是正式夫妻，光是生下了我，第二年又生下我妹妹。我外公家教很严，而知道此事，定会杀了我妈妈。我妈不敢把我姐妹带回家去，只好分送给人家，但盼日后能够相认。在我姐妹肩头上各刺了段字，虽然我人只知道我妈妈姓阮，其实我是姓段。你为什么不跟我说？要是我知道，便是你爹。我翻来覆去思量了很久很久，大哥，我能求你不报这五位亲人的大仇吗？所以我乔装改变你的模样，就对我爹说道：今晚亲自乔自约作罢，有什么过节一笔勾销。你想替他受我一掌？我想让你知道，一个人失手害死别人，可以全非出于本心。你当然不想害我，就像爹害死你的父母，也是无意中铸成的大错。是的。奴为三弟，我真的要铸下大错。可是阿朱，你一定有另有原因，不是为了救你父亲，也不是要我知道无心铸成的大错。你是为了我，是不是？大理断教六脉神剑，你打死他们镇南王，他们岂肯甘休？大哥，那易经上的字，怎么又不是的？阿朱，你待我这么好，我那是因为大哥也待我很好。三弟，多亏你了，要不是你，大哥将终是后悔。大哥，现在我们该怎么办？这……妈，快，我姐姐在这，在哪儿？啊，乔帮主还有雷少侠，阿紫，那一位是你姐姐？啊，这位叫阿朱姐姐。我本来是想瞧爹和人决斗的好戏，谁知道就被我听到姐姐的事。你是阿朱，天一和灵剑，今天让我见到两个女儿都找到了。娘，我可怜的女儿，让你受苦了。
哎呀，你们别哭哭啼啼的，天都快下雨了，我要回屋去了。瞧我，请各位先吃小屋内再续吧。董王也不在。你之前过来和他取消约会后，他就出门去了。我来和他取消约会啊？是的，是阿朱。大哥，对不住，我自作主张。小丽，不对，不对，大哥，什么不对？那封信，大哥大哥写给王帮主的信，信上的字不是这样的，完全不同。啊，大哥确定吗？这条符上的字，小丽圆乐圆手，间隔整齐，那封信上的字却歪歪斜斜，瘦骨疏疏。难道马夫人说的是假话？可是我今日问段王爷，是否做了一件有愧于心大错事，害个一个孩子一生孤苦，连自己的爹妈是谁也不知道，他不是承认了吗？你不知道吗？阿朱和阿兹多海尔，我不敢带回家去，送给了人，害个他俩一生孤苦。什么？他说的是这件事？段王爷曾说，天可怜见，今日我从得见到一个当年没爹的爹娘的孩子。他说今日重见的这个没爹的孩子是说阿子，不是说我。他为什么要说你？你是他抛弃的孩子吗？你胡说八道什么？那么我问他为什么直到今日物质结合脸上的再干恶事，他却自己承认行止不端，德行有愧。他生性风流，向来是这样的，他要了一个女子，又要第二个、第三个、第四个，结合脸上的荒唐，又要你来多管闲不闲事吗？错了，阿祖，这一切都错了，幸好你没事，不然可就冤枉。是啊，大哥，刚才咱非得再去找马夫人问个清楚才行。正是，娘，有人陷害爹，我和萧大哥去给再去问清楚，等事情一了，再来看娘。你是说那个马夫人陷害你爹，该不是康敏那个贱人吧？什么康敏？那个马夫人是丐帮马夫帮主的遗孀。没错，就是她。康敏以前也是你爹的亲人之一，后来嫁给丐帮的马夫帮主。啊，原来他爹有这种关系，八成是这贱人想害你爹。可是以一龙神白长老的模样，连我看不出是假，马夫人又如何看出来？这我也不明白。总之，咱们再去一趟，问个清楚。嗯，你们去问个清楚也好。三弟，大哥，欠你一份人情。大哥，千万别这么说。咱们是兄弟，本来就是祸福同当。好，好，改日找着二弟，咱们三兄弟好好喝那一场。对了，大哥，我想这本《易筋经》送给雷三弟，也救我救命之礼，你说好吗？当然好。雷三弟，这是我一良辰少林针金箍少林针偷出来的，现在给你的。这，三弟收下它。是，多谢。阿祖，咱们走吧。我们成功救下阿朱了，大家喜欢这个剧情吗？然后成功救下阿朱才可以拿到易筋经。雷震这笑笑得心里发寒呐。好，要走出去就遇到剧情了。哇，这边有敌人。
韩兄，雷公子，韩兄怎么会来到此？大理镇南王与麾下高手来到小镜湖，久闻段氏、侠敏、韩某有要事相求。韩兄来晚一步，段王也离开多时，兄台之事，小弟可有效劳之处？也好，只是提到被我一人的应付，这事说来有点复杂，恐公子卷入是非之中。连我岂是贪生怕死？且听韩兄细说。这是关系大宋国运，八年前先帝神宗驾崩，哲宗年幼，上太皇太后垂帘听政，太皇太后罢黜改革派，旧党得势，诛杀进京的变法人士，新旧党争十万六落幕，难者是落入台面下，时时的改革派雇了杀手，要杀礼部尚书苏子瞻先生。韩兄所言的可是东坡居士？子瞻先生是为旧派，他向来对事不对人，对新政的可行之处，欲助张保留，不若司马先生坚持全盘的配置，子瞻先生乃是国之栋梁，万不能死。而且大宋北有辽，西下虎视眈眈，新旧党派怎能自相残杀？国家兴亡，匹夫有责，雷某便随韩兄上京。事情紧迫，韩某先去通知子瞻先生，雷某随后就到，和韩兄一起御敌。上次多亏韩兄神秘相助，二人的下落尚未得知，且祝韩兄如何。好，走吧。雷公子可安好？韩某已将子瞻先生安置在大相国寺，战果凶险，子瞻先生总不能一直躲在寺里，韩兄可有什么法子？子瞻先生生得太皇太后厚爱，且护子瞻先生入朝，太皇太后应会解决纷争。这就走吧。大江东去，浪淘尽，千古风流人物。韩一回拜见子瞻先生，这几位已是中党一党之人，请先生放心。这下雷震拜过。韩少侠何苦冒此风险？苏某已老，命不值钱了。先生可别这么说，国家大事还有劳你费心。子瞻先生真知灼见，生民免疫法的百事利益，地盘重义保留此法，大宋不能没有你啊。哦，没想到韩少侠也通晓政事。苏老贼，再多也没用，快快出来受死。再不出来，咱们便放火烧寺。那怎么行？老叔准连累他人，我还是出去吧。先生可别上贱人的当，用我出去对付这群恶人。我留在这里守着自然先生，以防不测。韩兄的心思真的是细密。想找子瞻先生，先过我这关。大家上。糟了，是调虎离山。东坡先生，你是从哪请来这个高手？看来非逼我亲自动手不可。慢着，还有我呢。哦。那么家伙太不中用，三条贱命拖不了一刻。属下丧命，竟说这种话。为了贯彻新政，牺牲在所难免，这招岂没达到效用？是我失算。没料到还有人守东坡先生，不过你们实力未摸清，终不是我的对手。别逼我痛下杀手。韩兄可是要来个玉石俱焚，亦或真有绝招未出？韩兄护送先生上朝吧。一切尚书太皇太后定夺，这些恶人就交给我来对付吧。这老叔怕会掀起更大的风浪。还是东坡先生失大礼，赵家对夫子也是敬仰已久，不过毕竟是新政的阻碍。新派但我是旧派，未有免疫法得罪司马先生，旧派当我是新派。大宋万有强敌，兄台请国家荣辱为重，莫再为派系利益而争斗。对我命没小觑，我所作所为皆是为国家。大宋积弱不振，唯有贯彻新法才能富强。神宗时王安石主持变法，求之太急，
反照明月，兄台要以铲除异己为手段，岂不更甚？变法失败，乃因先帝英年早逝，见人高士擅权，废除新法，罢黜改革人事。太皇太后圣明，怎能侮辱？若非殿下年幼，太皇太后怎会垂帘听政？怎会立那十岁小儿？那贱人只想找个傀儡罢。雍王刚毅老成，朝王贤明果决，都能推行新政。你难不成想要作乱？哈哈哈！成王败寇，作乱的定是你们，受死吧！这头儿就交给雷蒙对付，韩兄请保护子丹先生。然后中间这个就抢了。欸，他不放个招式吗？快点放啊！哦，长这样啊！好，来吧，一招毙了你！怎么会这样？被蛮毁灭，我不瞑目。你可是长白山的吕氏？你们还想赶尽杀绝不成？对天地臣，你们也没那个人。哀哉，同样是为了国家，却要这般相残。好汉子至死都是一般刚强，悬念着百姓苍生，不过多半是受人利用，只是斗争下的棋子罢了。韩少侠对政治制度和天下局势颇有了解，可愿担任官职？三老夫向太皇太后推荐，韩兄任官朝廷和子丹先生也有个照应。承蒙厚爱，请南诏下考虑一下吧。好吧，只要老叔上台朝廷，尽管来找我。至于雷少侠，这广目无边，请收下吧。韩某就此别过，望来日相见。那我觉得韩少侠有点面熟。对的，他是。我也该走了，老叔告辞。从那头说辞，长白山的吕氏果然还有厂长，而且多半是会天地争。可是人海茫茫，复仇说什么也要报。好，爷，你怎么了？好难受，胸口好难受，糟糕，该如何是好？快去请大夫来吧，大夫一大早就去临阵出诊啊。老先生，你可要紧，该怎么帮你才好？看来我命上有一尺，你别说这种丧气话，大伙别空看热闹，想想办法啊。怎么做？大夫不在城里，公子又有高见。默娘可有法子？真对不住，我的医术还不专精，帮不上忙。爷爷，老先生喘得不停，脸色越来越白，嘴唇越来越青，这样下去命必绝矣。韩兄，老先生犯的是心绞痛，气血凝滞，不通则痛，全任脉、手阙、阴经、血失于针灸，行气通阳，活血止痛。这条老命贵客恩公，敢问尊姓大名？在下韩一回。老先生别说话，好好休息。吕氏乱党，快快束手就擒。关大哥，这位兄台姓韩不姓吕，可是老先生救命恩人，
怎么是乱党？看他十成九的手法，便知是吕氏天地阵。吕氏八年前欲图魔法镇上洪府，平地乱世，不过叛徒狡诈，人有漏网之鱼。韩哥哥是好人。是啊，关羽可别冤枉好人啊。哼，诸位在为乱党说话，无知的向你们私通乱党之罪，一并处置。你真的是革新乱党，勾起乱党可是要杀头的。喂，大家是怎么了？韩兄，这里交给我。哎，韩兄你，雷公子，帮我没好处的。小朋友，一个时辰后再将阵霸起。你们总算醒了，我怎么会在这？对了，我要帮韩兄，没想到好心没好报，中了他的招。公子误会我恩公，他是不想牵连你们，恩公明知会泄露身份，仍然冒着生命危险。该死，我怎么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？那么韩兄可逃过官兵的追捕？恩公的武功真是了得，只见他射出许多个云簪，画面也空中动弹不得。他便是杀父仇人，韩兄乃是中医之师，怎么可能？这里的功夫一定还有其他人会。天下心通起义才聚，于二月初八将领河南擂鼓上雨序。好，在下定当前往。好，好，我们现在要合天禄十方，合完天禄十方之后，我们就可以怎么样呢？就可以学会所有的武功，还有内功心法，还有增加回气。你真的会行使？年轻的，你终于离家有意了。再次乌龙先生，原来你居于此地，随心随缘，最近对这个的环境感兴趣，便在这个住下。在游历江湖，体会颇多，果然出外走走，长了不少见闻。那很好，照自己的心意去看、去做、去想。我真的不想念。若世人皆有广目而世界无边，多闻而博学无双，则增长势必无量，十国四海无敌，众志成城，王者乍现，我道正虽起弊，其引天怒十方，必退是矣，还我雨顺风调，大地丰泽之境。先生突发词语定有深意，但在下之无不甚理解，先生可否解释一二？知良也罢，知辱也罢，本不强求也。闲散太久，缺些银两。我有一张武功心法秘诀，你想不想要？想要的话，卖你20000两。这是我多一点研究出来的心法秘诀哦。那我们先给他吧。好，银护两器，我收钱，你收秘诀。这边就是告诉你哪些武功适合练什么。八荒六合为五毒真功，不利搭配降龙十八掌使用。降龙十八掌要突破境界，配合佛母内功较为有利。易筋经会促使刀法、剑法、棍法发挥之威力下降。碧落九重剑对于使用内功的心法，越是返璞归真越好。柴刀十八路是最人通会多数。反正很多了。是这样。然后嘞，很好，又可以闲散一阵子。
花非花，物非物，是也非也。还是直接拿给他。这是八不成威的配饰，持国无礼。好，再给我其他的，我可以合成天怒四方。这是八部神威的配饰，增长无量。东西都齐了，您等着。成了，这天怒四方，你拿去吧。多谢先生，这天怒四方终于能再现江湖，小子你好好用之吧。是，总想完成一下使命，老某可以放下一颗大石啊。你怎有如此神通啊？非无所不能，非无所不知，还是老句老话，信不信在你呢。我跟安泰快没看到，给他，就给你十万两，我刚好有，个十百千万十万，好，银货两讫，我收钱，你学武，眼闭上，待我施个法。好了，这钱你可花得不冤，多谢。很好，光彩本有了，用心去练才能领悟其中精髓。好，这个就是习得说武功内功心法的捷径啦，合成天怒四方就可以了。好，二师哥，你本领大进，真是可喜可贺。小师妹，你可害苦我，快跟我回心说喊，你带走师父的，很生气要我传你回去。你们这师父生气还要我回去，不是要我受罚吗？我绝不回去。那你至少将那东西交给二师哥，让我好交差。什么东西啊？二师哥别为难我。不知好歹，真怪我不客气。这位兄台有话好说。雷大哥快来救我啊。是你，上多亏雷大侠出手相助，在下感激不尽。那好，看雷某的面子，就别问为难这位小姑娘吧，家师交代，非把东西取回不可。兄台到底在找什么东西，非要动手不可。恕难相告，雷大侠自己要管这档事，在下就得罪了。啊？比我弄毒包子，总帮他补血了。又帮他补血。好痛！啊！这是很不给力哦，这是毒包子不给力。等下撞一下。雷大侠胜过大师兄，我果然不对手，在下告辞。二师姑娘，你没事吧？你怎么让二师哥走了？万一他又来为难我，你二师哥也是奉师父之命，并没存心要为难你。我也很担心阿史的安危。这样好了，阿史想去哪呢？那林某护送一程。哼，你要是真担心，就不该放走二师哥。哼，
算你运气好。你这家伙太毒了，诓我帮你。想逃没那么容易。哦，雷震升级器，升级器。他们攻击力很强哎、六脉神剑，不要脸，一个大男人欺负一个小姑娘，这时候就说自己是小姑娘了。哎，有个目的，这打过时阿紫姑娘离落了，不知有何作用。萧英雄，其他人萧峰啊，他当了刺手便将魔鬼击毙。可能是现在才有版权吧。哎，老三，你怎知大哥在这？这真是和大哥有缘，来此就想遇上大哥。来，老三，我为你介绍，这位是女真部落的完颜阿骨打。是，完颜兄。早先就见过了。是啊，雷英雄也曾经帮我们女真打退老虎啊。原来兄弟也是打虎英雄，你们这两位结伴兄弟都是我们女真打虎英雄，都是我们的好兄弟。我是不敢当啊，倒是大哥武功盖世，区老虎怎么样的做降龙十八掌呢？老三莫要取笑大哥。哈，你们好好聊聊，我送一些钥匙先去处理。兄弟，你去忙吧，请。对了，大哥，不知你和阿朱姑娘去马夫人那探查的如何？原来那日阿朱假扮白长老，早被马夫人识破。哦，其实马夫人也是段王爷的救星人之一，而白长老又是和马夫人联手杀死马夫帮子的真凶，所以他用一话。套阿朱，这令人压抑。马夫人因此利用阿朱来陷害段王爷，向老三你计较，才不知铸成大错。真是恶毒的女人。那她和白长老？我们到那儿时，正巧段王爷也在。马夫人用毒使段王爷使不上内力，后来一黑人把白长老杀死，我和阿朱去追那黑衣人。再回来时，马夫人被阿朱捉弄，最后也气绝了。黑衣人。此人说是我大恩人，之前的聚贤庄也是他将我救出，他的武功高出我很多，但却不以真面目示人。那么大哥和阿朱姐今后有何打算？中原武林以四五为敌，我是回不去了。这里女真朋友豪爽热情，又爱喝酒，与大哥现前相符，大哥和阿朱便先在这次担下也好。希望大哥和阿朱姐多保重，我们就此告辞，以后再与二哥来探望你们。好，武林诡谲多变，你好自为之。是。三弟，你们保重，记得常来看我们。好，一定会的。兄弟，小心了。嗯，大哥也请保重。好了。好，喜欢我的频道，记得按下订阅按钮跟铃铛，记得追踪 IGFB 还有 Twitch。那谢谢大家会喜欢这一款《天龙八部》的游戏啦，谢谢大家的收看，拜拜。